我是感觉没啥问题啊，我是没啥问题啊，你就不好说。我也觉得没啥问题啊，真的，你信我，我还是挺得住的。我小声一点啊，好，我调一下音量，这样子看看吧。好，这样子带吧。八十多拼，很好，感觉回来了，感觉回来了。我知道，等一下，有了有了，画面来了，画面来了，各位。多兰顿哦，新装备，真的新装备，改版嘞。我开鸟往你那边靠啊，我们来个三等更可下流。你一开始，你要不要先别推啊？可以啊，怎么把这个，怎么把这个？聊聊隐藏起来、啊。我真的有点忘记了，一直出现你那个你那张怪怪的脸，你那什么脸？我只要按 TAB 就会出现你的头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我那个头非常的养眼的、啊，我就放在那里吧。怎么把它关掉啊？哪个按钮啊？我记得好像要去外面设定啊，你要去那个退去外面有一个地方可以调，但我忘记在哪里。好，调料消失了，消失了。打到钻石哦，现在打到钻石应该很便宜吧？韩服的钻石可能贵一点。哇，我找不到我灵敏度哎，灵敏度在哪？灵敏度是这个吧？这个家伙一直露出哎。为什么我撩血会有个红的啊？为什么这个人要一直露出来啊？到底是为什么？那我们躲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说你加了我吗？为什么我血量怪怪的？对啊，好酷、哦、啊！叫我去吃冰，好，我去吃冰，你自己来。哇塞，种子直接被踩掉了、啊。我说破土了、啊，为什么这边怪怪的？哎，对面下开吗？他没有帮吃。他们下路要死了。感觉你们下路很压抑。谢紫心儿。感谢订阅哦，这下路有点难杀哦，好亏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浓，以浓力火。没有，他特别会玩这个角色，他这个角色的胜率高了83%，虽然他其他角色都很配。他的凯特里。啊，凯特琳特别强啊！你爸他妈真猛，拿这么带打、啊！我又下路，我靠，你们被套换嘞！说啥了？对面已经快被我们压死了。对，信。我第一。普攻出不去。哇，这杰斯怎么没摸啦？哎呦，我靠，对面李信，先跑再说。李信在哪？在上面啊！没有，李信在上。哦，杀人哦！他跑了。我刚好像应该跟他打的、啊，我没看我的摩甘娜这么快就过来了。摩甘娜支援好有效率啊！没想到一个金牌的灵压这么强。想杀他、啊！我有中路被单杀哎、欸，我还没换掉，亏了亏了。加罗前面不好打索拉卡，我慢慢来，等那个加罗六等之后，他们就可以直接秒杀了。我们这还是一个超级发育儿卡，你知道，大概六分半就上，可以靠爆这边。好，我要回去补水滴了。兄弟，我回去补水滴啦。你打不到金牌的凯特琳。说啥了？我打凯特琳还压他吃兵哎。你们明明就是平的。
这个伊泽瑞尔能平就已经算是赢了，好不好？你可是精英的 TPS King 哎、欸！等我出来，我直接单杀他，都不需要这个人。可以，哦，这波没有，哦，波卡利斯永远赚一个，这波线控的错。你这波来，他们会死啊！喂，这边李信刚在这，李信刚在这，李信刚在这。可啊！我绕。可以哦，这波可以，直接打起来，直接打起来。这波很赚哦，这波这个引力杀到、哦。先杀索拉卡吧。好，可以。那挡谁都死吧。来，我操，这个这样 PB 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可以。好，我追索拉卡。好，可以。来，狙。一波狙。来，这场就这样结束了，太快了吧！漂亮的杠，这个三加二，四加三，还不错啊！哇、哦，这杰西的蜘蛛好猛哦，超高速支援。不，杰西是直接按 T 下来，哎，大夫他，他是不是在丢高啊？我先看，我死了、哦，你换掉。转，漂亮，不错。削翻，削翻。刚刚伽罗没有绑到哎、欸，我以为伽罗绑到了。伽罗绑到的话，那我应该就不会。啊，走，他们被你打到哎、欸。那个家伙有点水准啊，有点猛。没有了，刚刚我以为伽罗砍到伤害。伽罗一个空板，没关系，永劫养成计划好不好？嗯，该来个十字镐。哟。改版，7.12版本。上波一个意外，我有加入。哎呀，有爆发。哪个是真的是这个吗？对面的亚索已经无敌了，7300哎，还行啊，我这个角色不怕亚索的。这个角色也不怕他，我直接孤立把他给剁爆，我直接大招刷爆他的风墙。屁啊，多少刷得爆、啊？我真怀疑我电脑是破的。小趴，我没有在怂他的啦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伊泽瑞尔，回血的能力是相当好的。你伊泽瑞尔是不用怕换血的。我中路这波感觉这个亚索真的一定会刷掉，就现在打起来。哦，好废啊，摩甘娜。我牛。在耍屌啊你！好打 W 哦，谢谢 K09，感谢七块。哇，太猛了，这个亚索！先吸一口。废啊！影片没出来，等，帮你看一下影片。啊，出来了！我秒了永劫，逆风的永劫。整啦！你们整啦！我跟他超一个意外，我跟他 R 跟 Q 都没有送，我们被一个被一逼了。不用买保险，永劫是肥的。快啊，来杀下路啊！这个贼好杀、啊，贼欠杀。来了，等我。我决定投资在你成长路中路了。哦，他炮车不见了。来了，永劫，绑到就死了。那我就，感觉你没点蓝。没办法，差不多。别看到了吧。我一走河道的时候。哎呦，辅助要死啦！我看到他干嘛？你怎么不闹？谢谢大哥，感谢斗内，感谢七扣。他还想要杀哎、欸，我是觉得要出事哎、欸，要出大事啊！不会吧
以对面的这个操作，估计是很难出事哦。哦，你们第一次跑，我去中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刚才这个跑，当中塔掉了。永杰，撑住！啊，我死了。喂，我刚才不大举给他一下，我刚才怎么不给他一个大招？快点啊，我刚才，兄弟你 Q 你啊，直接把他干掉了。我来收好，剁他剁他。掉掉掉，这边不想用闪现啊，很浪费啊。中路 BBQ 啦。哇塞，中路有点惨啊。他久等了，没事，我贼肥，我在杀十次伊泽瑞尔，哎，不对，我在杀十次。他刚才有屁是他自己一个人在网哎。OK， 我成功换位住了我们的中塔，没事没事。你七等应该是不会打输他吧？怎么可能输他？吊打，带走，完全虐杀他，赢我两等又输了。真疯啊！我们现在要点塔、欸，你要不要躲下来啊？这两个憨憨的，应该可以直接杀掉。我弄一下，我弄一下。在那边点我的塔，我先弄哦。他们两个刚有九招嘛，我会跟伽罗同时到上路。他们上一波还没好吧？这波要好了。哦，永杰我来啦！叮叮叮叮。这波他会去吃红，伽罗能不能控制？我可以炸中。可以可以，他们会点塔，你直接跳上去就赢了。来来来 ，go go go go， 打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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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凯烈，凯烈，你是不是凯烈秒了？好，靠你们了。哎呦，我被点燃烫死了！你可翘好了，永杰。我咋就翘毛了嘞？你怎么翘辫子啊？我翘辫子了。哎，中路要单杀了，路被挡住了。不行，下路要给，下路给，下路送他，下路送他。好忙，好忙，好忙。那我真的应该出五副血了，哎，这个小猫中路那个是不是没闪啊？我来，我来缩头。来来，我先。Q 啦 Q 啦。漂亮。哎，魔王打死不 Q 哎、欸，他有点害怕。哦。哎，我觉得我要赶快出五副血，我觉得好忙哦，太忙了啦这场，我要出五副血了。咚咚咚咚咚。太激烈了吧！嗯，蹲蹲蹲蹲蹲。ECJN090319个月，感谢订阅。去杀牙树，好像经验多多哎，那个牙树看起来挺好杀的。哎，多的很，多的很，多到飞起来，多到飞起来。你这波要不要过来杀人啊？哎、欸，他们换线了、欸。嗯，他们，我要走半场。你下看了。算是换线吗？金牌塔就是换线，太猛了吧！这群金牌仔还不错啊，有点智慧。但是他们这个不是换线啊，他们这是送塔。他们索拉塔不在上面哦。加冲啊，杰西！你们躺着打。他们上，估计是躺着打、啊、这波。我上来制裁他们。痛！完蛋兄弟，哎呦呦呦呦！我来喽！快来，永贼啊！哎，永贼，卡列林状态差，然后杰西送了，杰西大概是死了吧。
哎呦，哇，杰西闪掉技能了！哇，杰西开松了，这边也要开松了，永杰。没事，他没那么容易死的。他飞一天了。他没那么容易不死的。够了，不妙了。你要不要打？哎，蹲队蹲队，我觉得他会进来，我们直接一波带走他。我 Damien 好够，我先秒他，先秒他。哇，永杰，我要撤了，漂亮 ，nice， 要跟你说好了，兄弟，你的战斗力怎么不是很高啊？我的跟我想象刚刚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。我要跳了，永杰，我这个扭不掉啊，我死啊，永杰，永杰有埋伏，小心。再见再见，放心放心，我快飞了。我也赔了，我也赔，我现在单挑我，没人打你。来来来，制裁他，制裁他。哎，小兄弟，现在你不惧怕还有啊？哦，我有有，这波不错，这波不错，应该是吊打。Nice， 李信要什么？啊，李信，全招，全招的李信啊，那他会直接把我踹死。走掉了，李靖已经出去了。要啊！太阳，我们家怎么全部爆光啊？这你只能问问我们的摩甘娜了。哎呦，队友要死啦！哎呦，摩甘娜要开动了，摩甘娜。死得好惨哦！哎呦，惊人哎、欸！真肥，我大刀过来啊！耶克！哇，我被应该不太行哦。兄弟，还行，我残血，我残血，哇，差点了，好可惜啊！哎，这不这个哦，可以可以，你直接跳过来，我有治疗，我直接秒杀他，我有治疗，不用担心，把他给带走，好，可以，哎，我们去秀那个伊瑞利亚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去制裁他。我觉得你需要帮我砍第一波伤害哦。没问题啊，他因为直接跳上来啊，看到我跟看到300一样。他跑了，中路被干掉了，来了来了，他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永杰，等，OK， 永杰上他。Nice， DPS 回来了。你去中路吧，那个中路。我去，别杀那个牙齿。他们等等应该会去。我们要去拿河蟹妈妈了，哇塞，这个牙叔都双杀了。我先把我等级再冲起来，我都11等欸。我上现在没玩 1v2 啊。你那角色很难 1v2。注意没啊，我没有没有，除非很肥才行。哎，我们怎么队友死的速度比我们杀的还要快啊，永杰。没事没事，这摩甘娜后期后期一定比较有用哦。牙术这角色后期没用了。我下去一堆的，看一下。你那边遇到人可以打。有遇到人，遇到人。应该我看是李行，我背着他，我背着他。这里有眼，这里有眼，我过来就看到。那里有眼哦。我有啊，你也被找到了。被看到了，这个也太远了吧。没事没事，我回去补个黑切。龙快出嘞、欸！秒消26秒，来得及来得及。那我先吃个红 buff。可以。我吃个红 buff， 队友先撑一下，等等我拿个红。我觉得我给他们也没关系啊。感觉可以打赢哎、欸，这个火龙。应该是打不过，杰西上路秀了一把，把对面砍一个秒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这个可以打了，杰西有团，杰西有团。来来来，吃龙吃龙。直接打起来，直接打起来，这波稳赚不赔。开个视野。哎呦！哎呦，兄弟你飞起来了！我靠，一秒杀哎！我一个 R 都按不到就死了。永杰啊！死掉啦！兄弟你飞起来啦！我被沉默啦，一招都开不出来就死啦。可惜啊，你活了能收了，应该剁，先收两个。对对对，没有，我刚把 R 开掉，先拉一下就跑，但我刚被沉默啊，那波太关键。没事没事，哎、欸，我们他们全 AD 你这张啊，你不出个冷血可以有巨量的反物防啊。
冷鞋啊！好像我可以搞个冷鞋啊，没事，我等等鞋子太旧换新，没关系，可以可以，等你的鞋子换一双后，我们就吊打对面。我们也是全 AD， 还好啦，我们有个摩甘娜，加罗 AP 也是够高啊，是可以。丢，三项快搞出来了。三项搞出来会比较好打月历啊，这时间的月历有点长。就跳下去就看到孔飞，我来打一下他。哦，我赶他路过。哎，中路小心，中路小心。兄弟，给他死啊！知道了，兄弟小心点，稳一波，稳一波。中心发育，别掉巴龙，守住。以我们两个前职业选手后期的威力，绝对吊打他们的局。金牌，金牌杀。我金牌杀手。我刚才是断线了。哎、欸，牙叔在这哦，过去找你了，过去找你了，我来喽。他们少人呢、欸，月历还用？不可以，我感觉月历不在月历，我感觉不到。这个人被抓了，哇！看他直接被四人包夹哎、欸。那他估计没什么救啊。准备摩甘啦！哎呦！有救吗？这波可以哦，这波有戏有戏有戏，追死他们！躲起来躲起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快点随便跳随便跳，开杀开杀开杀，给点力给点力兄弟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小心风小心风，可以可以，缓住了缓住了，可以他这，我刚刚 Q 准，他随便 Q 一个，哎再来这个动作，不对有月历啊，快跑永杰永杰可以的，你行的，牙缝没大牙缝没大，这个黑盾漂亮。狂射狂射狂射猛射大爆射漂亮，然后打一下打一下一个一、啊、没招了啦，救救他兄弟，哦啊他救了自己，没事没事，不要紧张， 他救到了自己，经济是万事，这波不亏，没有一就最后一秒还好的，跳都跳不起来就嗝屁了。那我要撑什么啊，加罗好像早就放了，应该是 没差了。我觉得出个蓝盾打个半残流好了。我们那个先杀伊瑞利亚吧，那个伊瑞利亚出个法穿鞋嘞，那个软软的。交给你啊，输出你做。没问题啊，我在陨落搞出来吸一下那个伊瑞利亚。support 我也不知，直接就跑掉了。那个人出了法穿鞋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有没有可能巴龙？他们巴龙，哎、欸，亚索在下路、欸，哎，这波感觉是没亚索，他们吃不快吧？还是我们可以守着吧？对啊，巴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去个巴龙这边，没人去守亚索、欸，哎。嗯，追击加速了。要躲亚索，不然下路会被毙。哦，亚索过来了，亚索过来了。嗯，这波、哦、不好压退了，这波要不好吧？不好吧？快退快退，这波不能压，亚索包过来，亚索包过来了，快退吧！亚索从右边切哦，这波先退，对，快退快退。等我红吧，哎，亚索回家，亚索在家，亚索在家。OK， 不要着急，还被踹到了，还被踹到了。不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哎、欸，等对面塔杀、啊，对面也就会塔杀进来送的嘛。这边一定会送的，这边等等退不进来，他们就去吃巴龙，一波逆转。等我来一波逆转 ，OK， 可以可以。TPS 的胜利方程式就是等对方开巴龙。哎、欸，我们要阻止了。我守着中路的人，估计是守不住啊。哎、欸，完全守不住了，他们直接爆开。兄弟，你这要死啊！没事啊，兄弟，不了、啊，快跑快跑！我要按 recall 啦！我死啊，兄弟！我好像没事做啦！没事做啦，你只能守住守住我们的大本营啊！我只能想办法守住大本营哦。姐加油，靠你
没问题啊，我看能不能制裁这个牙术。不要犯，他们应该是推不进来啊。哎，下到这波很有戏哦！来啊来啊，他们这个不回了，这算是最猛的。我觉得你逍遥跟贝的，就是我了。对对对，没错，就是我了。他只要黑盾放在我身上，我觉得要被反打了。哦，他来送了，他没有，他没有那个、哦，没有封墙了。我知道，我要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我在等孤立，我在等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我可以吧？我可以喷哦。缓到了，缓到了，慢慢拉，慢慢拉，慢慢拉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再追，再追，我可以去背他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看什么？可以哦，缓度很多、哦。来，拉打，拉打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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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牙头先，牙头先。嗯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我要被吸住了。我往右接，来，做八十。来来来，追死他！来来来来，收起来！两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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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秒可以往哪里放？我帮你扛一下。好，可以，交给你了。来速 ，S S S， 应该是没啥问题啊。啊，被沉默了！主板要爆炸啦！啊，沉默怎么又好了？你赶快制裁他！我杀他！帮我报仇！帮我报仇！太多了，永杰，不要！可恶！他沉默太久了。沉默，你一已经好。我一都还没好，没有，我一就差一点哦。我想说用一，不要用闪现了。走，去 B 八龙。没事，等先搞，还是先搞他们前面那几个。杰西哦，杰西把上路给拆了。杰西已经不打算来会战了，他打算疯狂拆塔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杰西刚刚做得很好。下一条还是火龙哎、欸。他们哦，他们开了，他们开了，他们开了。假，直接开。这个伽罗直接放招了吧？我刚没抢到。哇，他进去了、欸，应该还行吧，应该还可以。牙兽，牙兽，跟牙兽，牙兽秒掉，可以两秒，我两秒掉。奶妈，奶妈，奶妈，再追，再追。哎呦，缓住了，我很硬，我很硬，我要全帮你扛，我要全帮你扛。奶素，哇塞，我这个杀伤力也太强了吧，伊泽瑞尔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这伊泽瑞尔也太强了吧。啊，可惜这条巴龙拿到就真的直接一波起飞。哎，你在这干嘛？那个绑不到吧，我是不太信他了。不用秒压崩他，他们海九，你去带兵线吧。现在追不到了，哎。哎，轻轻的一扭就扭开了。他只是直接那个打不就走掉了。我靠，这个杰西这 TP 这样按的。哎、欸，小兵太强了，等下超级士兵疯狂拆家哦！啊，家园那一批的，不妙了，我们不是这个士兵太强了，等那个冰影火吧。哎、欸，亚索的攻击超级高，超级高。买个狙，买个狙，厉害啊，超级士兵。哎、欸，这里他们还没集中好、哦，很缺人耶。这边红战一波，我想去拿个。没事，他们更缺，他们。我想去拿个红霸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偷我红霸，你现在偷我红霸。开杀，开杀，开杀！留住他，留住。还有月亮回来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他要跳下去了。我跳。哎、欸，一，哎、欸，爹爹爹。哎、欸。欸哎、欸，缓到了！哎呦，我咔嚓啦！你自己制裁他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制裁得了他。
拜托、啊，我制裁他，我制裁他。来，点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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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家里应该是不会狙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他们在右侧，他们在右侧。伽罗，伽罗，伽罗现在还有大招还没好，哎、欸，没封墙咯，下一波可以上，下一波可以上，下一波可以，下一波可以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哦，缓一下，就这个，就这个牙柱，这牙柱来送了，牙柱，牙柱秒掉 ，nice， 来拉一下，等兵，等兵，我们点塔，点塔，点塔，哎、欸，给他死，给他死，来，过起来，过起来，一波，一波，一波。奶叔哦，奶叔哦，狙狙了吧？哦，对，狙了，狙了，狙了，可没，这两个没效用。我打打，帮打，帮打，狙。来来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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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刚在想要不要打。20秒，亚索，我觉得。哎呦，跳上去了。完了，我觉得他这波不好啊。不好吧？哦，这样的话来不及哦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死掉就不好了。欸、我们去拿火，去拿个火龙，去拿个火龙。10秒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先毁月亮有错，我觉得超级不妙。嗯，算了，你血量太低了。因为冰雹火龙全部没杀，你要小心传送。给人没杀，人不能死，人不能死，出来再守就好。我去16的。大哥给条活路啊，可以，一条，我觉得这个不能打，不能打太深哦，稍微打一下，我们少一个，破格一下，对对，拉打有就有吧，他们也不在啊，他们要清中路超级兵了，哦，还开哦，他开了，直接连上去了，所以这一跳跳到地狱去了。你还能回来吗？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接火，漂亮！狂收一波啊！来来来，狙狙他们，狙狙他们！哎，我一个死前，跳个舞再死！呜呼！狙狙 ！DPS！太猛了 ，CBS 是实力屌打，屌虐的，如此的大逆风功能。如果我在这里死掉，你会不会很惊讶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之后那个进塔，那个吸伤害完全。我说我被主堡的双塔打死。那我离我离，我现在马上第一交看的高铁票。我马上坐到左一代转接，一只小敢找你，我跟你讲。谢谢威斯通，感谢五个月哦。这金牌仔不错啊，竟然可以虐杀我们中路。对，我们中路也是个，也是个不错的银牌。他连卡特莲娜嘞，是不是品质比较高分啊？对啊，没有我这个账号隐藏分比较高哦，是你隐藏分太低了。真假？我的隐藏分低了更多。我这个账号原本可以排到白金场了，跟你排都变金牌场了。我这个账号只有铜二啊。好，再打一把吧，再打一把啊，打一把。吃啥？有没有梦想？我买逢甲宵夜啊。逢甲宵夜开到2点啊，有没有梦想啊？没关系啦，饿了啦，晚餐没有吃啊，很饿啦。来，吃个广告。谢 Vientra， 谢谢订阅。我这边也要给你们吃广告，我要去厕所。